一个最新的消息提供给您，空缺已久的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行政院长陈冲正式提请总统任命，目前代理秘书长职务的陈世奎为新任的政院秘书长，这项人事已经获得总统同意了，并且将于总统批准后生效。行政院长陈冲表示，陈世奎行政经验丰富，处事圆融，也善于协调，曾经多次担任团体机关幕僚长的工作，对行政院目前正在推动的各项重要政策及幕僚作业流程和规范也相当的熟悉，因此才特别提请总统核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